顺心，尤其是老爸，多赚银子，少喝酒，听到没有？嗯，女儿的话，老爸你一定听。来，走着。来，新年快乐！哎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哎，哎呀，今年啊，咱们潇潇不得了，你看自己开了公司，还做了老总，还把公司打理得井井有条。你这大老板是不是应该给小老板一点奖励啊？嗯，早就准备好了啊，明天一早给，一早给啊。嗯，小小，来，爸爸也敬你一杯。嗯，哎呀，龙生龙，凤生凤，我生的女儿像我，别不会就会做生意。那走着。是啊，我这妹妹本事可大了，多大能耐啊，刚回来一年，七拐八绕的朋友，乱七八糟的狐朋狗友，能绕着魔都拉一圈了，什么事办不成啊？是吧，妹妹？那我也比不上哥哥你呀，你招惹的女孩都能排成一个排了，怎么样，瞧瞧新嫂子没有？好了好了，大过年的掐什么掐啊？接电话。一定是奶奶的电话。喂，啊，奶奶，我就知道是您。是啊，过年了，孙子给您拜个年，祝您福寿绵长，新春大吉，身体健健康康的。啊，是我们明天就回去，这不您也知道吗？小小，您情况都比较特殊。来，来。我当然想第一时间回去给您拜年了。去吧。去什么去啊？许家都不认识我们俩，我还得假模假式给他拜年。哎呀，他认不认识他的事儿，你认不认他是你的事儿。你看你爸就得认他。去吧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啊，你等着啊。
你孙女跟你说话。奶奶，啊，我是曲潇潇啊，祝你新年快乐。趁着今天大家都在啊，又热闹，我想跟大家伙说个事儿。说吧，说。还有我们家关关的事儿，我还能有什么事儿啊？从小呢，大家伙看着他长大的啊，他什么脾气、什么秉性，你们都最清楚了啊。又内向，又腼腆啊，又害羞的。我的意思呢，就是请各位亲戚啊。帮他看着点儿，有没有那个优秀点的好的男孩子，让他早点找个好婆婆嘛。我这个年龄还小呢，我还不着急，到时候我自己看看就行。哎呦，关关，你已经不小了，现在的孩子见风就长的，你这样挑来挑去的，剩下好的就没几个了。你在干嘛呢？你怎么不说话呀？还是你先说吧。你笑什么？我就是笑，我觉得咱们两个太有默契了，怎么说的话都一样了。你说我们两个以后会想的一模一样吗？人和人怎么能想的完全一样呢？那如果以后想的不一样了怎么办呀？不一样的时候，那我就听你的呗。那我也听你的。那不是又不一样了吗？你打算什么时候回上海啊？我还不知道呢。你呢？我想早点回去，我总觉着早点回去就能早点见到你。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分明刚分开没多久。这几天我就总是能想起你，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就特开心。喂，莹莹，你怎么不说话了？不过室友给我发微信了，我先不跟你说了，我先挂了。他说他喜欢我，他是不是喜欢我？莹莹，你干什么呢？没事儿。就上回那个。那个舒家吧，姓舒啊，有个叫舒展的一个孩子，特别特别好，那个男孩子很优秀的。我后来才知道啊，他跟关关从小是念的同一所小学呀，这就叫缘分。对对对对对，听见没有？缘分呐。人家是正经的从那个悉尼回来的 MBA 啊，进的是银行系统，跟你一样在上海工作啊。奶奶，这太好了。是啊，两个人在上海一块儿工作，那过年过节的回到家里还回的是同一个家，同一个地方，老乡啊。那我跟你爸爸不也放心了？哎呀，就认识几个新朋友啊，彼此都是上海的，以后也会照应的，你听。这不是变相他俩能行吗？这事儿都搞过了。相亲有什么不好？我跟你奶奶就是相亲结婚的，现在不是蛮好的吗？哎呦，哎呦，这个真的，你老吃惊你了。我去吃饭了，洗手间。我们家小蚯蚓怎么那么容易高兴呀？
君子不夺人所好，这个就让给这位小姐吧。世界就像巨大的夹娃娃机，我隔着玻璃只想得到你。我也很想你们，安妮姐呢？安妮姐在哪儿？冒泡冒泡，快点出来，我在呼唤你，安妮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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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樊姐呢？樊姐在干什么？新的一年你开不开心啊？新的一年你要笑口常开，知道吗？好笑好笑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刚刚听见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樊姐，樊姐，新年好呀，新年好呀。好，你要看看你呢。我一过年都又吃胖了，每逢佳节胖五斤，我都没有脸回去看你们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呀？就是呀，我也胖了。我妈她太了解我了，我一回来做的都是我爱吃的，我根本就抵挡不了。过年就好好吃啊，减肥的事情啊，过年以后再说。安迪，你没事吧？安迪，你没事吧？安迪，我进来了。跟我玩藏猫。
别问了，都问一早上了，你不烦啊？啊？那你说呀，昨天到底发生什么了？我不记得。喂，要不然你给我个提示？哎呀，我们喝酒了。啊，对，是喝酒了，还喝不少呢。不过你酒品太差了。然后呢？然后想不起来了。真不记得。包一凡，你今天必须找房子。你住在这里不合适。看我口型 ，no。那你不去，我去。昨天到底发生什么了？你说，哎呦，想起来点，隐约当中折腾了一夜，一觉起来我腰疼。你要真想知道，就让我睡个午觉，没准醒来我就想起来了。午安。别人看见啊？没事儿，你要是害怕的话，我们就找一个偏僻点的地方去吃，啊！我太想你了，我今天啊一定要见到你。好。小美，你知道吗？这些天我没见到你啊，我这心里就痒痒。我这一见到你呢，就想吃了你。嗯，给，谢谢。你那手怎么了？伸过来我看看。没事儿。伸过来。难看死了。伸过来，哎，痒不痒？不痒，就是有点疼。我这才几天啊，我妈那手啊，跟老树皮似的，都开裂见血了。小美，你们家事儿多，光靠你一个人是不行的。你看你手都成什么样了，看着就让人心疼。你这样，这些钱呢，你拿去，给家里边找一个保姆，先对付一段时间。拿着呀，你还笑。这些呢，就算是你给我爸妈的过年红包，谢谢了。剩下的收起来。可是，这些钱我是能拿得出来的。积少成多，我这次回来连银行卡都没带，就怕自己心软把持不住。你就别再塞给我钱了。
这个你也拿回去吧，省得我妈看见了又要跟我哥说，我哥就来找我了。没办法，对他们呀只能狠狠心了。可是真不舍得看你吃这样的苦。只要你好好赚钱，等我有一天管你借十万块钱的时候你连眼睛都不眨，那我就不苦了。我知道，小美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加倍努力的工作，你相信我好吗？我觉得自己挺幸福的，还有一点心酸。姐哟，美国买的那个保养品没拿吧？出来这么早啊，不用送爸爸。哦，爸爸过两天就回来了。那个还有上次别人送的那个发酵火腿和老山参一块拿上啊。哎，好。哎，够了够了，平时也没少往家里送东西啊，拿这么多妈肯定吃不了。哎，妈吃不吃是她的事儿，我这个媳妇儿得做好，要不然你妈还不定怎么说我呢。行了行了，我知道您受委屈了。嗯，我妈她就那么个臭脾气，认定了我亏欠了莲姐她妈。哎呀，她一个乡下女人没见识，你何必跟她计较啊？这么多年都这么过来了，就当是为了我，再忍忍，再忍忍。哎呦，小小啊，我和你哥去两天就回，这两天在家里好好陪着妈妈，听到了没有？你这个滑头，说吧，要什么？香奈儿包包限量的，刚看中一个，俩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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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买买买，买。爸走了啊，爸。哎呀，你快点磨磨蹭蹭的！你们着什么急啊？我那车比你们车快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路上慢着点啊！你也快点啊！走吧，再见啊，莲姐，你也快点啊！嗯，干嘛呢？坐哪儿呢？差劲样儿。哎呀，有些人机关算尽，可是就没想到，连回家的资格都没有。不就是回趟乡下吗？谁稀罕啊？好走不送。呵呵。我想借着春节这个假期，正好咱们都在家，想安排你跟我爸妈见个面，熟悉一下。不行。小美，你不让我去见你爸妈，这我能理解。可是，你为什么又不肯去见我爸妈呢？我是觉得时机还不成熟，再等等吧。嗯。哦，我不是借机逼你跟我结婚啊，我的意思是。我爸妈肯定又想给我安排相亲，你只要去亮个相，他们肯定以后就不会再唠叨我了。没关系啊，你可以去相亲啊，我就当不知道嘛。我怎么可能真的去相亲呢？小美，你只要去见一面，喝个茶，不到一个小时，行吗？我其实挺希望你跟我爸妈见面，认识认识。我怕嘛，好不好？你别看我平时在你面前趾高气扬、气壮山河的。我怕我站在你爸妈面前，一下子变成那种一戳即破的纸老虎，
话也不敢说，路都不敢走了，那多尴尬呀！哎，你再多给我几个月缓一缓，做好心理建设。我见的不是一般人，是你爸妈，这关系重大好吗？樊胜美知道，与王家父母见面不仅仅是吃饭那么简单，随之而来的还有无休止的打探和盘问。他有个长期卧病在床的爸爸，有个不学无术到处惹事的哥哥，还有个看样子得由他抚养的侄子。所有的一切都是拖累，他怎么敢放心大胆地见王家父母呢？怎么了？看你憋屈那样，难受。妈，我爸是离了婚才过来追的你，堂堂正正把你娶进家门，怎么就见不得人呀？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奶奶连门都不让我们进，还口口声声骂你是小三儿，凭什么呀？你爸不说了吗？他刚到上海那几年，都是那边在照顾你奶奶。后来虽然离了婚，可你奶奶那死脑筋就是转不过弯来，指着那边是儿媳妇儿，有什么办法？那你不能这么包子呀！哦，你帮我爸这么多年，他假装没看见；我这么大个孙女儿，他假装没看见；他收起孝敬来也没见他手软啊！拿着我们家的东西去补贴那边，什么意思？算了，他毕竟是你奶奶。再说了，大过年的。我也不想让你爸为难，不去就不去呗。真让你跟你爸回老家，你未必待得惯。不是吧？你也玩自我安慰这一套，这么心慈手软，我可看不下去。啊！不说了，不说了，越说越烦，不吃了，我回房间去。哎。新年好呀，祝福大家新年好，你们要开开心心的啊！我一过年就又吃胖了，每逢佳节胖五斤，我都没有脸回去看你们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呀？过年请好好吃啊！减肥的事情啊，过年以后再说。就是呀，我也胖了，我妈她太了解我了，我一回来做的都是我爱吃的，我根本就抵挡不了。徐潇潇，你干什么呢？啊？好，安迪姐，你们在干什么呀？哎，安迪姐，你去那个普吉岛好不好玩啊？我听说那儿的海可漂亮了，我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去呢，好不好玩？邱莹莹，你是猪啊！别吃了，过年不减肥，年后徒伤悲，可千万别听樊大姐的，她有王帅哥，你可什么都没有。普吉岛有什么好玩的？要去就去大溪地，那才叫一个美呢。徐小胖，你说为什么人家过年家里热热闹闹的，我们家就这么冷清？问你呢，说话呀。不是吧？真的七盘九溜？大过年的，连句新年问候都没有。让一下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！赶快通知医生，准备做手术。怎么突然这么多伤员？过年车多，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，附近医院都满了，连我们这儿都收了十几个，还有三个得马上做手术。都什么情况？里边那个人全身多处受伤。盆腔碎裂，腹部内出血，大腿小腿粉碎性骨折，肋骨骨折三处，另外两个，一个腿部骨折，一个髌骨粉碎性骨折。马上准备手术，
好。好你个赵七平，不理我是吧？难道要有什么需要调整啊？星星啊，哼，都不理我。两条腿的蛤蟆不好找，两条腿的男人遍街都是。不理我算了，谁稀罕？正好老娘赚钱去。刘妈，刘妈。快帮我收拾一下行李，我要出差，今天晚上就要走。刘妈，能睡着是件好事。昨天晚上你喝了太多的酒了，可能是真的伤心了吧。傻不傻呀，借酒浇愁，愁更愁。这我得批评你，以后跟什么过不去，别跟自己身体过不去。其实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很简单，你摔倒了，我把你扶到床上，我刚要走，你又摔到地下，我又把你扶到床上。再往船下掉，然后就是你醒来发现的那个样子。占便宜的事儿我学不来，好好睡吧。
再颤抖，别再梦游，别再让泪随风飘落，酒喝干再走，不留给以后，别动在暴力的尽头。哦，你该自由。哦，你该快乐。哦，你该走出荒漠。哦，你该等我。平时少喝一点，过年不喝。姐妹们，你们都在干嘛呀？安妮姐，你去度假怎么也没给我们发照片呀？臭莹莹，怎么你也一点消息都没有？吃点东西，吃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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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好，等一下，好，来点，吃点，来吃点，来来来，吃点。喂，莹莹，脚光光。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喝多了？你怎么知道我喝酒了？现在头有点晕。我们过年邻居，不是邻居，我们亲戚轮流着请客吃饭，今天轮到我们家了，正在外面吃呢。我好想你哦，哥哥。你过年过得怎么样啊？还能怎么过呀？不跟你一样吗？七大姑八大姨轮流串门，无聊死了。那像人家安迪姐呀，去国外度假了，肯定特别开心。哎，莹莹，最近有安妮姐的消息吗？我怎么知道啊？你都不知道安妮姐的消息，我更不知道了。估计她现在哪个海边看小帅哥呢吧？怎么可能？你以为安妮姐像小曲那么花痴呀？不知道。关关，一会儿跟妈妈出去吃饭了啊。莹莹，我不跟你说了啊。妈叫我了。明白，懂你。拜拜。妈，不是刚吃过饭吗？怎么又吃饭呀？哎呀。就上回跟你说那个舒展，你一会儿做个面膜啊，在家好好休息休息，咱们就出发。这个眼镜就不要戴了啊，一会儿舒展。妈，你要干嘛呀？这是我能干什么呀？啊，我不替你张罗，谁替你张罗啊？你看你们屋那个樊胜美，她长得多漂亮啊，漂亮又怎么样？是不是现在还是剩女吗？妈妈有句至理名言要告诉你啊，婚姻。就是战场，是女人的战场，你不上随时都有人上。哎呀妈，我真的不想去，这相亲这事之前不都搞过一回了吗？而且人家条件那么好，也未必看得上我。条件好不好看不看得上你是他的事儿，好不好？你只负责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咱们一步一步来，先从做朋友开始，行不行？我保证这次我绝对不逼你。妈，你这还不叫逼我呢？你还要怎么逼我呀？行啦，去做个面膜，美美的啊，去吧。我这要不要去去的一年，是欢乐颂五姐妹宛如新生的一年，得到一些，失去一些，有难堪的场面，也有幸福的时刻。她们期盼在这新的一年里，人生旅途会更顺利，更平静。但她们也明白，在上海这个茫茫都市中，免不了各种风浪。虽然不知道会面对些什么，但她们坚信，22楼的姐妹们会在一起。携手向前。
有雷嘞！姑姑刚铺好的床，你看你又弄乱了。你来，下，袜子脏不脏的就跑上去了啊？孩子，哎，别闹爷爷啊！上午10点行吗？我太多家务要做，只有一个小时空闲。是樊胜美吗？爱笑的眼睛要哭过才更鲜活，更加有自信的闪烁是真的我，爱闹的苹果有气有